7月15日，在首尔汝矣岛 KBS 新馆举行了音乐银行的上班路，咕咕蛋完整体出席上班路，清纯可爱的装扮让人不得不爱。登场现场的粉丝们就尖叫不已，人气指数可见一斑。成员们身着时尚靓装，尽展阳光大男孩的本色。艾琳男反戴棒球帽，佩戴帅气的墨镜出席，显得悠闲自在，帅气迷人。刚刚回归的女团 GFRIEND 成员们身穿性感短裤裙，尽展美腿诱惑。这次的回归是否能延续上一次的热潮，引人瞩目？